行驶前车辆安全检查，轮胎检查正常，车前方无异物，轮胎检查正常，车底下无异物，轮胎检查正常，车后方无异物，轮胎检查正常，车底下无异物。开车门前先左右查看有无车辆行人，开启约10公分左右查看无来车，拉开车门侧身进入驾驶座，调整座椅前后距离，调整椅背倾斜度，检查头枕位置，正确系上安全带，右脚踩刹车，启动车辆引擎。无异常，警示灯会自然熄灭，仪表板检查正常，试踩刹车三下，检查有无异状，调整两侧照后镜及中间照后镜，开启头灯，显示左方向灯，踩刹车，排入低档，松手刹车，车辆起步，左右转头查看有无来车及行人。进入路口先行停车查看四周有无来车，确认无来车与行人再行起步。前方临时靠边停车，同时减速。于30公尺前显示右方向灯，查看右后视镜，并转头至 B 柱盲区位置，确认右后方无来车。回调方向盘，慢慢靠右。停妥后，拉手刹车，排入 P 档。右侧轮胎距离路缘
不得超过60公分，左侧轮胎须于边线内。显示左方向灯，踩刹车排入低档，松手刹车。起步打左方向灯，左右转头查看，确认无来车，再慢慢汇入车道。行驶途中如有违规，需口送前有违规，如必须越过双黄线，需经监考官同意。有车辆占据道路，放慢车速，做变换车道动作。显示左方向灯，查看左后视镜，转头看左后方，确认无来车。确认左后方已对向无来车，微调方向盘，做变换车道动作。通过后，显示右方向灯，左右查看，回到原行驶车道。路口30公尺前显示右方向灯，查看右后视镜，左右转头查看，确认无车辆。路口设有广角键，应注意是否有来车。确认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禁止跨越双黄线与右侧红线。通过画有网状线的路口，应减速慢行，左右查看。路口红灯，松油门，轻踩刹车。你的视线要能看见停止线的安全距离。起步必须左右摆头查看有无来车或行人。路口30公尺前显示右方向灯，路口红灯松油门，轻踩刹车。你的视线要能看到整个机车停等区的安全距离。如前有车辆时，应保持能看见前车后轮的安全距离。起步必须左右摆头查看有无来车或行人，确认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转弯禁止压右侧红线，显示左方向灯，变换车道。查看左后视镜，转头看左后方，确认无来车。微调方向盘，变换车道。加速至40，时速已达40。通过绿灯路口，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来车。通过行人穿越道路口，应减速慢行，注意礼让行人。通过路口，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车辆行人。前方路口回转，路口30公尺前显示左方向灯。
确认对向无来车，再进行回转动作。起步必须左右摆头查看有无来车或行人，同时必须环顾四周有无来车。进入外线车道，显示左方向灯，查看左后视镜，转头看左后方，确认无来车。微调方向盘，变换车道。通过无灯光号志入口，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来车。通过绿灯路口，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来车。前方路口左转，30公尺前显示左转方向灯。路口红灯，松油门，轻踩刹车。前有车辆时，应保持能看见前车轮胎的距离。起步必须左右摆头查看有无来车或行人。查看后视镜，再转头查看左侧，确认无车辆。确认对向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同时必须环顾四周有无来车。通过绿灯路口，应减速左右查看有无来车。通过画有网状线的路口，应减速慢行左右查看。前方路口左转，30公尺前显示左转方向灯。查看后视镜，再转头查看左侧，确认无车辆。确认对向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禁止跨压双黄线与右侧白色实线。本路段速限40，请勿超速。前方路口左转，30公尺前显示左转方向灯。查看后视镜，再转头查看左侧，确认无车辆。通过闪红灯路口，应在停止线前停车，左右查看，确认无来车，再进行转弯动作。同时必须环顾四周有无来车。转弯时禁止跨越转弯线，占用对向车道。
进入驾训班大门，30公尺前显示右方向灯。放慢车速，注意出入车辆。右转进驾训班后，停车前务必显示右方向灯，查看右后视镜再停车。停妥后拉手刹车，排 P 档，关掉引擎，关掉大灯，解开安全带。先前后查看，右手开启车门约10公分，再前后查看，确认无来车与行人，再推开车门。